原来就是今夜，他们打算驱使所谓的祭魂兽吸收生魂，屠杀那一人命。看来是要发动奇袭，难怪想出变装混入的方法。那么，先让官员收押这些羌人，拷问出详细时间、地点、人数后，在现场布下重兵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 属下已安排妥当，凡事俱听大人及三位指示。除了你手下的将士，我们也会参与战斗。因应战术上考量，等等，我与木月姑娘一起，紫角姑娘跟司空兄弟一起行动。哦，好。晚点，我与木月姑娘在那一此处。 紫角姑娘与司空兄弟在这里，等等，我们便出发到这儿，埋伏着等敌人出现。那么，趁我们的到来尚未被羌人所知，利用这优势先行做好布置。待羌族今晚入侵时，便可一举将他们拿下。是。司空大哥，我们走吧。木叶姐姐，你也要多加小心哦。 这些真能让计划顺利进行，嗯，一定能成功的。阿乔，你一直在自言自语，很焦虑吗？啊，这么明显？我只是很希望这次凤哥哥的计划能成功，把这些可恶的异族人赶出上过领地，好让这里人民过平静日子。凤大哥真不容易。 以前，我光是想守护自己的亲人、族人，就像是用尽所有力气。但凤大哥守护的，是无数比友雄村还要大上数倍的都邑。你忘了，他还有我这个好帮手啊！不管他要守护的有多少，我都会陪他一起的。<笑>佩服，佩服，这气度，不愧为王子妃。 我是不是王子妃，守护我子国盟友大商人民，本来就是分内的事。真是奇妙，我以前从没想过，能跟商人这样促膝谈心。但理解到咱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，共同的志向后，这样似乎也理所当然了。能认识传说中的皇帝后人，轩辕血脉，我也很意想不到呢。 阿乔，你对血脉之说有何看法？我的看法啊，自古以来的王，哪个不是重视血脉传承呢？但血脉真的就是一切吗？夏桀也有上天眷顾，地位有如太阳，即使他再暴力，据说夏的人民们也宁愿与太阳一同毁灭。 而像先王汤这样的英雄，则是靠自己打拼，不靠任何眷顾，也有许多人追随他的志向而来。可见血脉不只是先天的，也是后天的，只要有能力且努力，谁都可能被上天所认可。至少我相信星子们告诉我的，我的夫婿，就是那位能引领天下的明君。
司空大哥为何这么问？木月说，我时常背负着一些责任，但我不像凤大哥那样有雄大的胸怀。如果我没和你们相遇，或许咱们本来就会走上不同道路。目前我只是不能坐视青鱼与相柳他们的胡作非为，如果能协助阻止他们便好。即使我力量还不够，我会尽力，但这与我的血脉为何无关。不过我相信司空大哥身上的轩辕血脉是有很大用处的，要不在黄土河谷救人时就不会有那么神奇的事发生。那次的力量我自己也不甚明白那是什么。也许是上天眷顾呢。那我宁愿他也能眷顾我的家人族人。司空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呢。当我们从天湖回来之后，你跟沐月姐姐好像彼此有些不自在，是因为那个青鱼的缘故？我至今仍无法决定要如何面对此人。他性格卑劣，能力却又如此强大，更是我的灭族仇人，但他同时也是木叶姐姐回乡的关键人物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想到木叶姐姐回家的路途有多难，说什么都想帮她，即使必须请青鱼那样的人帮忙。我记得司空大哥的村子，虽然村民都是幻觉，但我切切实实在那里待过，我知道那种待人的好不是什么术法能变出来的。想得我头都昏了。司空大哥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人都会做错事，但如果知错能改，一样还是可以做个好人。若我们能将青鱼与那位月氏姑娘的误会解开，那青鱼是不是也会觉悟改过，重新做人呢？眼下先别想这些了，专心对付接下来的敌人吧。也是。问吧，你特意安排我们一同行动，定是想私下问我什么事情，可直说。我只是觉得疑惑，为何你对救民之急开始感兴趣？一开始你显得颇为淡漠，且人间之事其实与你并无关系，但你如今却全心参与其中。我只是做该做的事而已，别做他想。是吗？那么既然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不知木叶姑娘在说服青鱼相助后，可否顺带领我入天门？你为何又在提起此事？木叶姑娘，师父已告知我，古籍中所谓天之血脉，指的是传承轩辕皇帝之孙颛顼帝血脉的人，而上古那些由禅让继位的君王，以至后来夏桀，身上都有你和司空鱼手上纹路，也就是木月姑娘你口中的手纹。这个手纹就是天之血脉的证明，我没说错吧？所以你之前说天之血脉不存在，包括天门与封印等等，根本为假，都是为了阻止我们登天所说的谎言。我没说谎，
商人目前所遭遇的事，的确与上天的旨意无关。即使你登上天门，也于事无补。看来阿乔与司空兄弟已经布置好了，一切静待时机即可。嗯。是羌人，可以通知司空兄弟和阿乔了。喂喂喂，是凤哥哥的讯号，羌人已经来了。把那一的门关上，事成失败就看今晚了。我们来了。
凌云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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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属下幸不辱命，已将突袭的羌人们一网打尽，请大人示下。很好，先把羌人集中看管，并确定我方伤亡，从优抚恤。是。我以前在村里做什么都是自己来，像这样号令大家联手抗敌，我还真没尝试过。凤大哥真有领袖之风。那当然了，凤哥哥可是堂堂商国的王子呢。领大人，又有羌人入侵。你在此驻守，保护人民，入侵者交给我们。是。好像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羌人若想入侵，这些人数也太少。难不成调虎离山？我们快回去。他们，否则这些人的魂灵力量会消失的。果然还是过来了，无所谓，已经吸收了不少生魂。别耽搁了，快走，有几只在这儿挡着他们。
凌云阵。家有负所托，怎么回事？大人离开之后，有大批羌人埋伏入侵，我军抵挡不住。方才抓到的羌人已几乎被敌军救走。我就会犯下这么愚蠢的错误？风哥哥，大人，一切遵照您示下，已安排就绪。好，你先退下，有事我再找你。是。虽然羌人们都逃了，但无论如何，总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不，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罢手，还得防止他们卷土重来。虽然战争必有死伤，但昨晚我方伤亡实在太大。那群羌人并非训练有素的军队，一切都是因为那些人使用了他们口中的祭魂兽。先前潜入敌方看守地时，虽然司空兄弟试图破坏祭魂兽，他们却闻风不动。与有熊村妖灵不同，为何有如此差别？另一方面，虽然我们已事先揪出混入居民的羌人，但羌人却仍然好像把我们一举一动掌握住，看来内应尚未全部肃清。眼下最迫切的是找出剩下的内应。最清楚昨晚发生什么的，莫过于前线参加战斗的人，先从他们身上着手调查。好，昨晚在战斗中生还的居民大多在临时医疗处所那儿聚集疗伤，我们这就前去讯问。